个是192，这个重量快200克。可以做那个珍珠奶茶的，好，差不多。终于可以。这个地瓜粉可以跟这个素素粉混在一起，可以加糖或者不加糖。我个人没有要加糖，因为地瓜粉是甜。40克的芝麻兑上100克的木薯粉，放点黄二砂，就是一般的黄砂糖，看你个人喜好，可以放多放少，大概放点芝麻本身不够。Thank you.
做成白色，只是因为太单调，做两个颜色不能对撞，对撞也难吃，那口感就差很多。因为大部分都是卖这种比较少，所以把这个做鱼，这个来做汁，这个来做清汤，就是说地瓜球，磨成条状，每个都会磨成条状，这里面是什么？特殊，它螺肉长，然后切成一条一条。地瓜球本身会膨胀，可以揉，只要固定的大小，大致上一只就可以，不一定要揉成说有特别大，除非你要做超级大地瓜球，它就会做得很长。然后其实大致上就先切这一块。这个东西大概跟做那个九分龙鱼是差不多。这九分龙鱼的话，大部分上有到300米。